这要跟小姨子玩跷跷板。这一天，小姨子，今天姐夫过生日，走，跟姐夫回家吧。走，小姨子，兄弟们接着见见，美女们是个拆白白冰。OK。为啥？哦，你那在这儿坐着歇息。可贵是不得死。今天呢，我过生日，这幽灵呢也没搁一卡吉林堡，去莫斯科呢参加舞蹈比赛了，就剩我跟小姨子了，我俩正搁楼下玩我跷跷板。你说有个好看的小姨子呀，成天搁这嘎诱惑你呀，咋操的？我就天天挑战我软肋呀，我这两根肋巴扇啊，也是迟早之间你给我干折喽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说小姨子，我说那个你就陪姐夫过呗。小姨子讲话了，不带，我要上市中心。我说你干啥去啊？小姨子说，我给你准备生日礼物。我说你姐夫还要啥礼物啊？你就是姐夫最好的礼物嘛，这不是啊？你有这小姨子，这绊脚石一天咋操的？你啥事业也干不了，一天净惦记他。这都几点了，你这还不回来？我这是过生日这一块。哎呦我，小姨子，这姐夫等死你了。哎呦，你见姐夫你就抱，见姐夫。